种，你再说一次。哟，队长，队长你快来，这些女的不知道怎么突然就干起来了，现在整个监狱都乱得不行，赶紧找防暴部队镇压他们吧。找什么防暴部队啊，这点事儿处理不好。喇叭我开开。所有人注意，所有人注意，我是监狱长霸王，你们如果再这样胡闹的话，晚上所有的黄瓜全切片。队长你说这些做什么？你看呀，哎，他们都回去了。这怎么回事？遇事不能急，要知道敌人的弱点在哪，要学的还很多啊。再见队长。